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浮雕零花针的绑针花样。那这款花样呢，它是十针一个花，那么起针数呢就是十的倍数加两针。我示范呢起了12针。花样呢比较长啊，它是20行一个循环，那么我就起了一组，这样呢就是可以比较节省时间啊。好了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的指法。第一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十针的花样，3针正针，接着呢左上一针交叉，左边一针在上面，我们挑下右边一针放到后面，先织左边这一针，再织挑下的这一针，然后呢右上一针交叉，右边这针放到前面，先织左边这一针，再织右边挑下的这一针，然后呢再3针正针啊，重复中间这10针的花样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反针。花样的第二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4针反针，2针正针，再4针反针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花样的第三行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2针，左上一针交叉，再2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再2针正针，重复中间10针循环去织，编针。第四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3针反针，4针正针，再3针反针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五行挑，然后呢重复10针的花样，一针正针，然后呢左上一针交叉，再4针正针，再右上一针交叉，再1针正针，重复这一段，最后编针。花样的第六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2针反针，6针正针，再2针反针，循环去织，编针。花样第七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左上一针交叉，然后呢6针正针，再右上一针交叉，右上一针交叉，循环去织，最后反针。第八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1针反针，8针正针，
再一针反针啊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九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重复右上一针交叉，六针正针，再左上一针交叉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十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两针反针，六针正针，再两针反针，循环去织，最后一反。第十一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一针正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四针正针，左上一针交叉，再一针正针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十二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三针反针，四针正针，再三针反针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十三行第一针挑，然后重复两针正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再两针正针，再左上一针交叉，再两针正针，啊，循环去织，最后编针。第十四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四针反针，两针正针，四针反针，循环去织。接着来看第十五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三针正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再左上一针交叉，然后呢三针正针，最后编针。第十六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织一行反针，第十七行第一针挑，然后我们重复右上一针交叉，然后一针正针，左上一针交叉，再右上一针交叉，一针正针，左上一针交叉，最后反针。第十八行啊，跟第十六行一样，一行反针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九行第一针挑，然后重复左上一针交叉，一针正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
再左上一针交叉。一针正针，右上一针交叉，最后编针。第二十行，也是跟第十六行一样，挑，然后呢，我们织一行反针。好，后面呢，我们就始终重复一到二十行循环去织。织出来呢是这种有浮雕感的这种菱花花样，起得多，针数起得多，然后往上去织呢，这个花样会很好看啊，可以看一下视频开始那个图片的效果。好了，这堂课呢到此结束了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